今天的题目是“无色界是看待觉知的聚焦”。在佛陀的年代之前，古印度就已经是一个在积极的探索内在世界这样的文化，所以佛陀他所了解他自处的宗教环境，他说到过去有许多的古仙人，也就是说，在那个文化的大环境里面，有许多的人都已经有得到了彻底解脱、彻底自由这样的迹象。然后类似的资讯，解脱道的资讯要怎么修行，仍然一个程度存在着。可是，在另外一方面，这样子的资讯，普遍的来说，它是被误会的，或者是说这样的资讯，它没有非常通透的被厘清、被解说。一方面，佛陀他觉知到，他不是唯一一个贯彻这样解脱道的修行人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佛陀又自觉的感觉到自己对于他的这个文化传承、这个宗教的传承，有独特的改革和建树。在佛陀时代就已经存在着的宗教资讯，也就是说，在佛教以外就已经有的宗教资讯，其中包含了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观念，那就是你当前你感受到困顿、流浪这种受苦存在的状态，它实际上是一种迷失、执着而产生出来的现象。然后，这种迷失跟执着，你可以以程度的深浅来分别它，也就是说，有非常迷失的状态，你从你的觉知，从你所谓的真我，从所谓的不死境，流浪的特别的遥远的状态，然后还有一种次等的迷失，你从你的不死境，你从心，从觉知流浪，有一些遥远的状态，然后最终还有一种是你迷失、流浪的程度最浅、最少的状态，这三个分别，到了佛教的后代，它演变了所谓的三界的观念。如果你不熟悉三界的观念，它叫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它是佛教里面所认知到的，在我们所有的活动里面，它基本上有这三种态势，在我们的轮回的方式里面，它基本上有这三种地方，你可以去投生，可以去轮回。然后那个迷失了觉知最严重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从不死境流浪的最远的状态，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欲界，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，你所经验到的生存，它里面是具备着嫉妒、严重的不安、高度的焦虑、高度的贪欲，然后在这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的状况之下，你是全然可以没有底线的去侵害其他的人，然后过着一个自私自利、
以那个短视以及肤浅的快乐作为自己的滋养品，这个叫做流浪的最遥远的状态，这个是离开你的觉知最遥远的状态。然后还有一种次等的状态，这种次等状态它是离你的觉知更靠近一些了，起码在以下的这个程度上面，它是更靠近一点的。首先，它摒除掉了那些最粗糙的困顿感，最粗糙的推逼感，像嫉妒心，像与人竞争的心，像巧取豪夺，像粗暴的骄傲感等等的。然后呢，它是以一种更细致的触觉作为自己的滋养物，作为自己的娱乐的来源，这个叫色界。所以这里的色，它指的就是那种维系的触感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维系的触感呢？这是一个你的心，它开始在挣脱开包袱，在松脱开那个最大迷惑性的迷惘，他所体验到的宽泰，他所体验到的光亮、自信心等等的，这个是色界的快乐。然后最终还有一个叫无色界的。这个起码在古印度的认知里面，它是离你的觉知最靠近，它是你的流浪最不遥远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在无色界当中，你的滋养物基本上就是透过在探索着你的心，它的质地，在探索着觉知的质地。松脱开了那些粗糙的观念，松脱开了那些粗糙的心理活动，然后处在一种心在，他在尝试着知道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活动状态，那个叫做无色界。我们可以从以下这样的一个说明来理解，你可以因为这些流浪程度的不同，你流浪离你的觉知有多么的遥远，然后慢慢的透过回溯本源，慢慢的去找寻回家的道路。所以第一个步骤，你从欲界要解脱到色界，所以你把那个最粗糙的担忧、最粗糙的贪欲、饥渴感等等的放下、化解。在这个整个回溯的过程里面，你有一种基本的认知，那个基本的认知就是，只有真我才是快乐的，所有的假我，它都没有办法提供安全和快乐，起码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、永久的、饱足的安全跟快乐。然后你看到所有那些透过竞争，所有那些透过得失心，那欲界里面的各种的交争、各种的手段，它所换来的快乐，它是如此的虚幻不可靠。所以你心里面有一种清楚的自觉，这个不是我。那些欲界的活动，它像是梦幻泡影一样的。我要更靠近真我。这个真我，它有以下的特质，那个特质就是，它是忘忧的，它是不会被那些强烈的欲望所动摇的。然后你一旦能够如此的在色界当中建立起自我感，你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去探索无色界。无色界它的四个阶段分别是：空无边处、
是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非想非非想处。这每一个处，每一个境界，你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当时的宗教徒，当时的禅修者，他们看待觉知的一种取角。我们要晓得，佛陀他在走出自己的道路之前，他在得到彻底的解脱之前，他是曾经跟其他的宗教修学过无色界的禅法。然后他的心得是，虽然无色界里面隐约带着一个程度的智慧，一个程度的解脱，但是如果里面的向上一着，里面的最关键的地方，如果没有被参透的话，那么无色界它仍然是一种流浪的状态，它仍然是有着细微的迷惘。有细微的迷失在里面的，我们来更仔细一点的解释。首先，我们先看无色界最粗浅的，它叫做空无边处，这个是跟空间有关联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怎么样在看待自己的觉知，是怎么样在看待真我？你发现到所有的现象来来去去，但是现象背后的空间，它是不动摇的。我们的心就像是那个空间一样，它有一种承载着所有的现象，然后不被任何它所承载的现象所搅扰，这样的一个特质。如果你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觉知，也就是说，我是空间，那些来来去去的不是我，我是那个底层的空间。这个时候，你有可能会产生出两种结果。第一种结果，它是不究竟的，也就是说，它没有办法让你全然的走出来。这第一个结果，就是你从此之后，你对于这种空间的认知，你把它确定了，你把它当作是最高的真理，然后你对于这种辽阔无边，不跟所有的现象有挂碍、有牵扯的状态，当作是你所爱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对于这样的状态，你会试着要维持它，你是珍惜它，你是珍重它的。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状态，这样的认知，它的动摇，你可能会不愉快，你可能会觉得，我刚刚那个充满平安、不动摇的空间感，怎么现在不见了？我要怎么样的更进一步的去清除掉杂念杂想，所以能够更加稳定的安住于那样的空白，所以是第一种可能性，它是不究竟的。那是一种你的心把空间感当作是七心之所，然后不知道如何的利用这个七心之所去做下一步，帮助你更超脱的功夫，然后当你把你的认知建立在这样的空间感，还有第二个可能性，这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善用这样的经验，然后来达到解脱，达到佛陀他所讲的断除掉一切的执着。到底要如何的利用这样的七心之所来达到断除一切的执着？这细腻的地方，一时之间不容易交代的清楚。但是
简单的来讲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，你透过这种空间感的体验，使得你所有的我慢自我感，使得你所有对于境界那个要欢迎、要排斥、要摒弃掉一个部分，要保留另外一个部分。去爱恋一个部分，然后去讨厌另外一个部分，这方面的习气全部都断得干干净净。然后我们再看无色界的第二层，它叫做事无边处，这是另外一种你能够看待觉知的取角。这是一种什么样取角呢？它是建立在上一个取角的那个空无边，然后。当你再去反观这种空间感，这种我是那个承载、那个允许一切现象空间，所有一切的现象都发生在我的空间里面。然后你做进一步的探索，你很容易能够发现到，其实。把你的真我，把你的心，它的体质形容为空，它是有失真不恰当的地方，因为心它的空间感，那不是普通的空间感，它不是只是呆呆的呆滞存在在那里，能够承载万物的空间感，它是一个。空与知全然交涉、全然融合在一起的状态，也就是说，这个空间感，它是有知道自己是空间，知道自己有空间这种特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。所以很多的禅修的传承里面，他讲到禅修。你要能够把空跟明，哦，也就是智慧结合在一起，这差不多就是类似于事无边处它的取角。同样的，你的这个事无边处稳定了，它能够产生出两种可能。再次的，第一个可能是你对于这种空。明结合，觉知无边，一切只有觉知，一切只有觉知的质地。这样子的认知，你是确认爱好的。什么叫做确认爱好呢？别人不同意你，你可能会看不起别人；别人不同意你，你可能会跟人家争论，会跟人家吵架。你遇到跟你不同意见的，你可能会出现出那种要说服别人的欲望。你的人生的目标、使命感可能是，我要能够跟其他的人传教，跟其他人推销这样的观念、这样的哲学、这样的立场、这样的见解，所以使得信仰这样子立场的人越来越多。你如果你有这样的倾向、有这样的欲望，那么就表示说你是爱乐于这个事无边这种认知的。然后同样，你对于这种。事无边，他说产生出来的觉受那个感觉，那个我是无边、无际、无法限量的觉知。你是爱乐的，这是什么叫做爱乐呢？你对于这样的状态，你把它当作是绝对的七性之所，也就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工具，那是你的最终点。你对于所有跟这个事无边。不一样的境界，你都有一种看不起、排斥、排挤，所以你心里面、你的动机，你隐约在用力要保存着这样的状态，你隐约在用力要去排遣、要去排除其他的干扰性的状态。然后你修学事无边，还有第二个可能性，这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善用这样的七心之所。然后能够达到解脱的境界。
然后我们再来看无色界的第三个境界，它叫做无所有处。无所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建立在刚刚的上一个那种觉知的曲角，也就是事无边处的曲角，刚刚的那一个曲角，上述的那个曲角。他说我是觉知，可是如果你对于这个觉知，你所认同的这个觉知，你在做更进一步的探索，那么你会发现到那个觉知的质地，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，它不是一个你注意力能够聚焦的一个物件，它不是一个你能够具体落脚的地方。当你在禅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心，它就是一种自我在觉知的状态。可是，它的自我觉知到底是觉知什么呢？当你如此探究下去，你会发现到，所谓的自我觉知，就是觉知到你什么都不是。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体验，一方面，它是最真切的感觉，也就是说，在你的经验的范畴里面，你最确定的那感觉，最佳、真确、真切的，就是。我知道我自己，我知道眼前这个境界正在发生，我知道有觉知这样的状态。可是，当你去探究这个最真切、最真确的，它具体自我觉知是觉知到什么样的内容，你不得不下一个结论：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。当你安住在这样子的无所有，有可能会出现两种状态。第一个状态就是你对于这样的认知、这样的体验是当做绝对的，当做最终的归处。你对其他经验、其他的见解是有排他性的。你隐约在耗力，要维持着这样状态，喜欢回归到这样状态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心它对于某一种境界、某一种状态，它还是有爱乐的。然后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能够善用无所有处，而达到解脱的境界。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。如果你善用无所有处的认知，你回过头来去看一看，你过去慢慢放下来的，像自我颜面的问题，像自己对于自己名声的爱好、面子的问题，你从无所有的视角。你会更加明确、更加清楚地看到你要维护的那个面子，你要维护的那个尊严，它什么都不是。那个你心中浮现出来的自我的影像，那个光荣的、美好的，希望每一个人看了都会喜欢、都会爱戴的那个自我的影像。他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本来之前你只是透过禅修暂时放下你的面子的问题、尊严的问题，你再透过这样的进一步的修行，你有可能能够确定的、永久的、决绝的断除掉所有对于尊严、面子的在乎，然后你可以。
由此推延下去，你可以把同样的这种修行技巧推延到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执着。好，我们再看无色界的最后一个境界，它叫做非相非非相。有的经典把它等同于无相心解脱，有的经典把它跟无相心解脱区分开来。但基本上，非想非非想，你可以从以下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它，那就是你发现到，不管你是把你所谓的真我，把你的心，把那个不死境，当作是空间感，或者是无边的觉知，或者是无所有，这都还只是一种诠释，这都还只是一种想。这里面比较稀薄的、单纯的观念，有来有去的。如果你进一步的，去相信任何概念的内容，抛弃掉一切的想，去看到说所谓的那个想，它是什么？它就是因为你注意力的使用，所以产生出了一种区隔分辨经验，然后你把这个区隔分辨出来的概念赋予它意义，你把它当真，同样的，这个非想非非想的修学，它可能导致两种结果。第一个，就是你对于这种能够超脱一切的概念，对于这一种，我是不属于任何的概念，我是无法用特质来形容的。我，它不是任何的去角的这一种认知，绝对化，艾勒达，这已经是非常稀薄的境界了。但是在佛陀的严谨的教法里面，这里面都还存有着我慢的习性，这里面都还存有着其他烦恼的种子，它的可能性。修学非想非非想的第二种可能性，就是你善用这样的七心之所，来达到断除一切的执着。断除我慢，断除欲贪，断除贪嗔。对于刚刚所讲的每一个无色的境界，你都可以采取正式的或者是非正式的修学方。正式的方法就是你是心无旁骛的，尽量放下所有无用的观念，所以你是纯然的融入到了那个只剩下稀薄概念，或者是概念可以说是都不存在了的那样的一个状态。在这个当中，你体验的空间、觉知、无所有、无相等等的，它是如此的精纯。你在这个当中，你甚至会暂时的失去掉了感官辨别的功能，你会暂时失去掉了分别事物的功能，在这个当中，你会体会到那个内在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众多的相，它是合合一味的一个滋味，单一的一个呈现，心它就是一个完整的、同整的，没有被起心动念所切割的，
那同时，你也可以以非正式的方法来修学无色界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眼睛在看，耳朵在听，当你一边在活动的时候，你仍然尝试着保存着空间感。你把那个注意力尽量不是被那些眼睛看到、耳朵听到的内容所吸引，而是起码有好一个比重，好一个倚重，你是放在那个背后的空间，然后你可以以此类推，每一个无色界，它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学，这样的稳定。对于一个内心存有正见的，这个无色界，它不是只是一种神秘体验，它不是只是一个很奇怪的、很特殊的感觉，它不是拿来跟人家炫耀，不是在你的部落格上面去糊弄听众，去告诉别人你是多么的有知识，多么的有修行，这样的一个手段。而是你心里面诚恳的，在追求着离苦，所以这一切的经验，都只不过是帮助你更进一步的放下这样的过程。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享受安静。我以一切行无常故，一切诸行变异法故，说诸所有受，悉皆是苦。